有時候在演唱會門外會聚集了一批的歌迷，目的就是想免費聽到偶像唱歌。有些人很想不用錢聽歌，但有些人不用錢都不想聽到的。他們就是住在大球場附近的居民，他們擔心紅館維修之後大球場會變成開演唱會的主要場地，他們就要飽受噪音之苦了。這些真的要說句，有人當是寶，有人當是草，不同的音樂類型都有不同的人喜歡。不過我相信有一種音樂應該全世界都會喜歡聽，就是用心唱的音樂。以下我們一班煽動真音樂公開賽的參賽者真的很有心。煽动真音乐全港公开赛总决赛的彩排进行得如火如荼，而这日的彩排就更加是集齐所有的参赛者，他们真的要打足十二分精神，因为事关他们将会接受音乐大师鲍比达的音乐操系上面的考验，所以来之前真的要开定声拉定筋才好。由有线电视举办的煽动真音乐全港公开赛决赛就举行在即了。这日一班参赛者就在我们非常塞巴的舞台上面作最后彩排。虽然这班乐坛未来新势力音乐上就各有特色，不过原来夹埋一起演出都擦出了不少火花的。好像这日著名音乐人兼今次比赛评判之一的鲍比达 Chris 就率先在彩排上面考验一班参赛者，要他们以不同的唱歌方式去演绎多首指定歌曲。今次煽动真音乐的大型歌唱比赛可以说是突破了以往的比赛形式，纯粹以音乐行先的风格的确带给很多喜欢音乐的年轻人一个发挥才能的好机会。所以这日的彩排上面，我们香港有线娱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徐小明先生亦都有亲自到场鼓励一班参赛者。虽然在筹备的过程当中非常之辛苦，但小明哥都表示为了推动音乐都是值得的。因为音乐现在越来越少人推动，我觉得有线既然我们很大力地去做这个娱乐的节目，我觉得音乐呢总是不少得的。当然有线来讲做音乐节目呢都是初歌啦，但是凭着大家的同事的热诚啊，还有过去大家都很有做音乐节目的经验啦，今次呢很希望能够即是比较机会一些新人去参与这个比赛。辛苦是挺辛苦的，因为一开始招募的时间呢就我们都估不到咁踊跃啦。由筛选再筛选，由初赛到决赛，其实没停过的。一站一站一浪接一浪。今晚不同啦，即是你说做埋今日的 rehearsal, 比赛完毕之后，听日比赛完毕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睡得个好觉。一向对音乐非常认真的 Chris 鲍比达，在这日的彩排上面对所有参赛者都表现得十分之严格。不过私底下他就跟我们讲，觉得这班年轻人其实非常之不错，尽向他们教下路。其实你会最主要你会看什么呢？希望参赛者留意一下呢，或者当然我会他有这个能力就可以有多些变化。比如一首歌 OK 我是这样，我想你这样唱，比如我想你唱 jazz 或者想唱 rock, 你是会怎样呢？第一，第二呢，就我会觉得是因为唱一首歌呢，不但只是那个歌那些词，我觉得那个风格的味道是很重要的。虽然比赛就总有胜负的，不过一班年轻人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都表示友情就增进了不少。来到总决赛了，大家当然会施展浑身解数啦。那不知道他们又有没有压力呢？紧不紧张这个时候？少少都有嘅，少少啫，你哋都有嘅，都系紧张。你答问题都紧张下，少少嘅，都有少少。紧张噶啦，都已经开始。手心已经冒汗嗰只，系少少紧张，少少嘅啫。呢一刻仲未，我谂听日就会紧张噶啦。系啦，佢只系紧张个妆未化啫。好啦，小明哥就话今次每个参赛者嘅实力非常之接近，咁呢几位男参赛者又会点样嚟到突出自己，吸引评判注意啊？我想我会用对音乐的热诚，我喜欢唱歌唱给大家听。我想我会可能个投入度，因为我觉得唱表演者可能会觉得个投入度会比较重要一点。可能你如果你就算 enjoy 一首歌，你自不如唱得好。其实我觉得参赛选手呢彩排方面进行得非常之落力，在主持人方面呢，其实呢见到他们的位置呢
真的都很認真下㗎。喂，咁多主持人，喂，打攪佢睇陣先，真係突然間嚇親你哋。啲氣真唔真啊 ？OK 㗎，你啲氣，你個啖，你如果啖氣都好大啖添。咁啱嘅。喂，阻住一陣，唔好意思。點啊？你哋呢個準備成點樣咧？好緊張其實。點緊張？咁除咗緊啊，點緊張法？因為因為好多參賽者啦，同埋其實都好多稿要記低啦，係啊，因為咧我哋其實就冇乜特別嘢，咁但係咧稿之間咧係咩咧？就係參賽者與參賽者中間嘅橋梁點樣接，令到成個節目好順嘅，咁呢個好緊要啊，好考功鑑啊，係啊，同埋歐永權係擔心少少，因為佢好多嗰啲心情嗰啲對白咧，你知嗰啲心情對白係冇得爆肚噶嘛，即係嗰啲一定要跟翻心情對白先會可以咁心情噶嘛。唔係 OK 喎，我平時係咁心情噶，即係都份做翻自己啫，做翻自己啫，係啊。對住我哋啊嘛，平時係咯，佢對住咁多觀眾要講，我好緊張啊，因為對住歐永權同埋盧倫呢啲前輩咧，即係佢哋做開好多節目㗎嘛，長輩直頭長輩啊，所以你知道入行資歷比較深咧，細細個已經睇 CN 見到，係啊 CN， 所以我八週年啊嘛，我好緊，即係我好緊張，因為始終係即係我第一次喺 K 寶做一個咁大型嘅活動咧，咁同埋我哋嗰次對稿啦。咁小明哥都有嚟睇啊嘛，自己阿徐生，咁佢亦都即係俾咗好多意見咁樣咧。即係我見到佢哋係台前幕後個個都係好緊張呢一個比賽，即係原來唔止參賽者緊張，咁所以我都會好驚咯，好緊張啊！而家我哋啲後浪咧要向啲前浪學習之餘咧，其實我哋咧因為今次咧係第一次咁大型嘅 MC show 啦，我哋接嘅，咁就比較着重啲啊。所以啲字咧都要咬清楚之餘咧，又要背曬成個流程啦。驚我哋講咗之後咧，啲前浪又即係我哋令到佢接唔到啊！唔係佢哋接唔到嘅問題，我哋驚我哋令到佢接唔到。住我哋啲後浪啊！經過一班主持彩排時嘅唇槍舌劍，相信大家都會非常之期望總決賽當晚嘅精彩表演。而今次煽動真音樂嘅歌唱比賽，除咗有個人組之外，咁話明支持本地音樂啊嘛，咁又點會少得 Bang 生呢？所以今次報名的參賽樂隊水準都非常之高，重型音樂的有，抒情輕快的亦都有，不過所有參賽者對得獎與否反而是其次，享受音樂和演出只是他們最希望想得到的東西。呢日彩排时，大家都非常之投入，但系各位参赛者记住啊，总之 enjoy the show 就得啦。我哋会唱我哋自己嘅原创歌，叫《哥哥出嫁了》。诶，点解咧？因为呢首歌系作俾我哥哥结婚嗰阵时。唔系好紧张，不过好兴奋咯，好兴奋，信心就都有嘅。冠军嘅信心，我哋希望做到最好，感动到评判啦。